小飞马配上今年的幸运色紫色，让相当应景的飞马造型提灯看起来更加淘气。为了帮助弱势学童也能感受元宵气氛，台南市向日葵社会福利机构提前举办元宵活动，邀民众一起闹元宵。弱势囡仔呢，来了欢迎这个元宵节呢，咱会用买一张600，啊，寄付一张给咱呢。社会人士赞助的钱呢，咱拢用的。或者囡仔弱势囡仔，会奖助学金，规定下了，咱会颁鼓励奖学金，或者南区七间国小。这个造型可爱的元宵提灯，也可以在现场自己 DIY。而现场除了有精彩的舞蹈表演外，民众还可以做爱心，买600元的餐券，福利机构会将其中的300元提拨给南区7所国小的弱势孩童，让小朋友们提早过元宵。啊，让我们的弱势家庭小朋友哈。在过年之前有一个小红包，那顺便有一个不一样的花灯，好让他们在过完年以后好好收心，把整个的 心情放在我们的学业上。那园游会的部分收入将会捐给南区的弱势儿童作为开学的礼物，因此议员也呼吁民众踊跃参与本次活动，做公益，发挥爱心。记者黄永泽台南报道。